视觉中国式四月十二日，董洁现身北京机场。她素面朝天，依旧清秀可人，气质出众。她戴着毛呢帽，手腕上系着佛珠，文艺气息十足。四月二日，董洁在社交平台上对张艺谋从影四十年表示祝福。在一大群祝福的明星中，也就只有董洁全素颜面对镜头，甚至连眉毛都没有画。在镜头中的她看起来气色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只是脸颊有些凹陷，并且嘴巴动起来也很奇怪，看上去整张脸有点僵硬。近日有网友爆出了一组董洁年轻时的照片，引来大家的一致关注。照片中的董洁二十岁左右的样子，一头长发简单的披在肩上，满脸的胶原蛋白。挽起长发的董洁更美，秀气的五官完全展露出来，一双眼睛含着眼泪，楚楚动人的模样让人心疼不已。董洁的五官虽然单看都不出色，但是组合起来却很耐看，所以才能够一直不被淘汰。